阿咪，有很多种的人啊，这些人你拿他没有办法，看得出这些人是为了生存，难怪他们会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很讨厌这种人啊，对我来说他们根本不是人。有人说这些人是阿咪的精英，我说他们根本就是妖精。这些人就是包括听啊爱的听和家属听，还有昆听乐听丁听和那 MC 听，最恐怖最危险叫人最最最讨厌，就是那个阿萨波听。萨波听叫大家陪他一起死， MC 听生病是他的 hobby，爱的听最拿手就是 Decover， 昆汀每天半梦半醒。数不清，看得出这些 king 是为了生存，难怪这些 king 会增加不停。有些 king 他不知道啊他是 king， 就算知道也不承认啊他是 king。 有人说这些 king 是阿咪的精英，有人还说他们该得奖学金。这些 king 有啊 Gokka king 啊 Gundu king 啊 Gabra king， 还有 Arrow king 啊 Smoking king On the rock walking， 最恐怖最危险叫人最最最讨厌，就是那个阿妈的短短听。这种听是根本没有人性，这种听所做的都是兽性。如果你很不幸碰上这种听，这真是你三生修来的运，这真是你呀、啊、三生修来的运，这真是你呀、啊、三生修来的运。